享 Temple， 快把安心雅逼疯啦！大个字解释的好朋友，不强硬的拒绝别人，软性的回绝，其实就是个闭门羹的感觉。铁锤的好朋友三个字，谁呀？铁锤都跟谁在一起啊？一个人的个性，我这样很够意思了，就是形容这个人他不好意思拒绝别人。知道了。对，那那个叫什么？叫什么？叫什么？他是你不要跟他聊了。